1988年2月16日，农历戊辰年除夕夜，在中央电视台的第六届春节联欢晚会上，相声演员牛群、李立山演出了相声《巧立名目》，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两个点，幕后。歌手毛阿敏演唱了歌曲《思念》，亲情是歌曲的主题。评剧演员赵丽蓉与凭借电视剧《济公》走红的演员游本昌演出了小品《急诊》，人们由此记住了这个说话带唐山口音的老人。晚会上还第一次出现了中国足球队的身影，教练高峰文和他的弟子们首次冲进奥运会，他们以录像的形式向大家拜年。我代表中国足球队全体同志向全国的电视观众拜个年。零点钟声敲响之后，电视剧《西游记》的主要演员出现在晚会上，迎来阵阵掌声。春节之前，《西游记》刚刚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前25集，纪录片《巧夺天工》介绍了《西游记》拍摄时的一些情形，更使众多的青少年观众神往。正像观众称道的那样，真是巧夺天工。7年前，44岁的导演杨洁在中央电视台负责电视戏曲节目，他没有想到拍摄《西游记》的任务会落到自己这个戏曲导演身上。《西游记》采取了实景为主、内外景结合的拍摄方法，游是一条贯穿线。杨洁回忆说：“我要通过游字，把我国绚丽多彩的名山大川、名扬四海的古典园林、历史悠久的佛刹道观摄入剧中，增强它的真实感和神奇性。”这种做法引起一些质疑，有人说剧组游山玩水浪费钱。之后中央财政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和中央电视台组成一个调查小组，实地调查后的结果是剧组工作太辛苦太危险，追加100万专款买新设备，还给剧组每个人购买了一件风衣。西游记经过6年拍摄，总时长25小时，几乎包括了百回原著里所有的精彩篇章。片子里运用了大量特效，国内观众第一次看到了真正腾云驾雾的孙悟空。横渡流沙河的镜头，要做成这样一个特技镜头，必须经过2次抠像才能完成。哪吒脚踏风火轮也是用同一原理做成的。西游记开拍很长一段时间后，工作人员有了报酬，每一集稿酬导演杨洁90元，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80元，饰演沙僧的严怀礼是60元。西游记播出后引发轰动。10年后，导演杨洁又带领原班人马拍摄了西游记的后16集。流行性甲肝爆发是上海市民，在上海甲肝病的流行打乱了这个都市的日常生活。新闻资料记录了上海市各家医院人满为患的情形。1月18日这一天，医院里来的最多的就是上吐下泻的病人。一天后，人数迅速上升，速度之快超出医生们的想象，又给千家万户带来严重的家庭负担。以后短短的一个月里，上海市区有30多万人传染上甲肝，患者大部分是青壮年。疫情发生后，上海市政府高度重视，成立甲肝防治领导小组，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病因很快查清，
人们食用的毛蚶因被污染而携带上了甲型肝炎病毒。此时，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从杭州来到上海。邓小平在上海过年一书记录了邓小平听到疫情时的反应。他说：“我要和上海人民共同过春节，毛蚶病有什么了不起呀？”2月16日，他出席了上海各界春节联欢晚会。演出结束后，他主动与站在前排的演员一一握手，并且亲吻了杂技小演员金姿。3月初，甲肝疫情基本上得到控制。南朝鲜总统大选今天下午揭晓。这一年，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到了换届选举的时候。在韩国，56岁的卢泰愚就任总统。上一年6月，执政的民主正义党代表委员兼总统候选人卢泰愚向国民发表了8点民主化宣言，同意反对派提出的直接选举总统的要求。当年12月，他当选韩国总统。在法国，71岁的总统密特朗在选举中卫冕成功。6年前，他第3次竞选总统时获得成功，成为法国有史以来通过普选产生的第一位社会党总统。在美国，66岁的共和党候选人乔治·布什击败对手，成为美国第41任总统。少数几个州的选票尚在统计外，布什已获得选举人票402张。这一年，陕西作家贾平凹的小说《浮躁》荣获美国飞马文学奖。《浮躁》讲述了商周的一条大河——周河上的故事。小说中，改革作为一个关键词，无时不在牵动着人们的思维与心态。从主人公金狗最初出发的小村，到乡镇、县城，再到商州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打破封闭后的亢奋与躁动。贾平凹在《浮躁》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我的这条周河，便是一条我认为全中国的最浮躁不安的河。浮躁当然不是周河的美德，但它是周河不同于别河的特点，这如同它翻动过峡，吼声借天，喜欢悲壮声势一样，只说明它还太年轻。事实也正如此，周河毕竟是这条河流经商周地面的一段上游，它还要流过几个省，走上千里、上万里的路，往长江去，往大海去。它的前途是越走越深沉，越走越有力量的。”198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第10个年头。春天，拍卖这种在新中国建立后被废止的买卖方式在北京重新亮相。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西厅，一把仿明式榆木圈椅历经8轮激烈竞争，最终由一位澳大利亚人瑞德曼以2200元一举拍中。1988年5月15日的《人民日报》在报道中说，瑞德曼先生是中国拍卖市场第一位外国买家。拍卖活动只举行了一场，在40多号拍品中，成交的只有10几件，一套日本产的比基尼泳装以10.5元一次拍成。尽管如此，人们已开始逐渐了解和接受，个人也可以通过拍卖买卖商品。北京大街上的小吃丰富多彩，冰糖葫芦就是其中一种。这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1988年拍摄的纪录片《冰糖葫芦》。片中的主人公是北京的冰糖葫芦大王魏希望。他辞职下海后，雇有26名员工，包括一位教授和2位工程师。此前，
故宫七个人还是故宫八个人，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个体户还是私营业主的唯一标准。从1981年《人民日报》讨论陈志雄承包鱼塘的故宫问题开始，关于私营企业故宫问题的讨论一直存在。经济学家搬出经典，从马克思《资本论》中得出结论：故宫七个人以下赚了钱用于自己消费的算个体户，故宫八个人以上就产生了剩余价值，就算剥削，就是资本家。6个月前，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确定了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这一年的12月，为希望从个体户转变成私营企业经营者，与此同时，像魏希望这样的私营企业老板开始越来越多。4月，辞职在家的上海铁合金厂保管员杨怀定从《解放日报》上看到了一则消息：从当年4月21日开始，中央开放上海、合肥等7个城市的国库券转让业务试点。他觉得只要有交易，就会有价差，就会有机会。当天，上海开放国库券买卖，杨怀定一早赶到西康路101号，以开盘价104元买了20000元3年期国库券，这20000元是他所有的积蓄。当天下午，国库券涨到112元，一个下午的时间，杨怀定赚了800元，相当于他之前在工厂一年的工资。这么快的赚钱方式让杨怀定兴奋不已。在后来接受采访时，他说：“那时我吃安眠药才睡得着，如果不控制住，精神一定出问题。我吃了4颗安眠药，才睡了2个小时。”随后的一个月里，杨怀定日夜兼程，把上海之外的其他6个开放城市跑了一遍。当时上海的国库券日成交额约70万元，杨怀定一人就占去1/7。一条中央政策成全了一个仓库管理员的致富梦。2年后，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外滩脚下的浦江饭店里开业。开业第一天，杨怀定就正式成为上交所的顾客。此后，杨怀定一直活跃在证券市场，他也成为新闻媒体频频关注的杨百万。杨怀定在后来出版的自传《做个百万富翁》中这样写道：“我是在证券市场姓社姓资的争论中，不自觉地充当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基础。”在深圳，25岁的潘石屹看到了一份报纸，激动不已。4月，7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定，同意把海南岛建设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政策放宽，经济管理体制可以更为灵活。潘石屹原本在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工作，上一年他辞职下海到了深圳，在建筑工地挑过砖，推销过电话机。看到海南建省的消息后，潘石屹决定去闯海南，随身携带的所有财产是在深圳打工攒下的1000多元钱。初夏时节的海南，码头上一船接着一船，下来的都是内地闯海人。大小旅馆住满了求职者，有些人甚至露宿街头，这在当时被称为10万大军闯海南。刚刚建省的海南给闯海人带来了机会，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人们期待中的有着现代化建设的特区，
一时间却无法承受蜂拥而至的人才，于是许多闯海人开始了自己创业的历程，卖报纸、摆地摊、开大学生饭馆和人才小吃店，人们都在新生的土地上寻找着自己的希望。潘石屹在海口奔波了三个月，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被迫到一个砖厂打工，但他始终没有离开海南，不断寻找着创业的机会。两年后，与潘石屹同时期闯海南的冯仑创办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总公司，潘石屹加入其中。到1993年完成产权改革，原公司变身为万通公司，总资产超过1亿元。很快，他们在海南的房地产业中掘到了第一桶金。1988年，经商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学者许继林在文章《商品经济与知识分子的生存危机》中写道，商品经济的大潮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席卷社会的每一个角落。4月8日，香港启德机场，作家琼瑶登上了去往北京的飞机。3个小时后，他站在了北京的土地上。琼瑶在他后来的大陆游记《剪不断的乡愁》中感慨地写道，3小时，原来香港至北京只需3小时，这咫尺天涯却经历了39年才能飞渡。3个月前，国民党主席蒋经国病逝，随后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吊唁蒋经国，中共中央负责人发表谈话，重申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不变。上一年，台湾当局有限度地开放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1988年，两岸人员往来即达43.7万人次。1949年，11岁的琼瑶随父亲由内地到了台湾。重返内地，他已经50岁。此时的琼瑶已经完成了《窗外》《六个梦》《几度夕阳红》等42部小说，并全部在大陆出版过，每本都有70-80万册的销量。2年前，江苏电视台自行拍摄了首部内地琼瑶剧《在水一方》，主创人员撰写文章说，把琼瑶作品搬上银幕，是想让观众了解生活在海峡彼岸的台湾同胞。虽然长时间隔绝，但是我们那融于血中的民族道德观念仍然同存于我们彼此的心中。1年后，琼瑶带领摄制组来到长沙，将小说《六个梦》拍摄成电视剧。他后来回忆说，台湾刚刚开放，允许赴内地拍戏，给我们的限制却多得不可思议。我全程跟着剧组，吃一样的伙食，住一样的旅馆，深夜不睡，并随时安抚演员或工作人员想家的心情。全是你给编出来的。婉君是内地和台湾合作的第一部电视剧，1990年在台湾上映，引发收视热潮。5月开始，上海的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些翻几下就能变成汽车的动画形象，这些名字叫做变形金刚的机器人受到小朋友的喜爱。1988年，美国孩之宝公司找到上海电视台，希望播出98集动画片《变形金刚》，不收取任何版权费用。动画片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争议。1989年2月19日的《人民日报》刊发了20位人大常委建议停播《变形金刚》的文章，文章中写道，
在美国市场滞销的变形金刚儿童玩具大量倾销我国市场，每一个玩具要数十元到上百元，给许多家庭造成经济负担。即使如此，变形金刚的市场销售依旧火爆，这种玩具仍然受到青少年的喜爱，很多男孩都以拥有一个擎天柱玩具为傲。20年后，美国电影导演迈克尔贝推出了科幻电影《变形金刚》。然而，留在中国80后一代人记忆中的《变形金刚》，仍然是那部儿时每周六晚上播出的动画片。此时，西亚和中亚是世界关注的热点。5月15日，苏联开始从阿富汗撤军。持续10年的阿富汗战争结束。7月3日，美国军舰文森号将伊朗航空公司的655号班机误认为伊朗空军的战斗机，用导弹将其击落，机上的274名旅客和16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8月20日，交战长达8年的伊拉克和伊朗正式停火。两国军费开支近2000亿美元，经济损失达5400亿美元，战争双方两败俱伤，综合国力受到很大削弱。在北京，人们争相赶往北海公园观看第一次进京展出的自贡灯会。这个展览一共吸引了250万人次的中外游客，盛况空前。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发表谈话，提出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的搞，加快的搞。旅游业在中国逐渐兴起，此时国内旅游业吸引的还主要是外籍人士。6月，作为1988年北京国际旅游年的另外一项重要活动，首届大兴西瓜节热闹地开幕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祖国新貌》记录了当时的盛况。诸葛亮借东风，大兴人借西风，借西瓜节之风，以瓜为媒，广交朋友，宣传大兴，发展经济，这才是大兴人的目的。至今，大兴西瓜节已举办了23届。这一年，全国许多城市都出现了教授吉他课程的训练班，这种来自西方的乐器流行开来。电影《路边的吉他队》中，这些年轻人留着长发，穿着格子衬衫、喇叭裤，在大街小巷抱着吉他弹唱。此时，大学校园的吉他社非常繁荣。夏夜的草坪上，女生宿舍楼下抱着一把吉他，深情款款地弹唱，是这个时代大学校园里不可或缺的风景。吉他手们热衷于切磋技艺，一决高下的主要手段是查琴，也就是一种民间吉他对抗赛。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中的一段画面再现了当时的场景。扎琴时，吉他手轮流弹奏自己拿手的曲目，观众也会在场下点曲。演奏完毕，观众的叫好声和唏嘘声就是对演奏者最好的评判。牡丹杯吉他比赛。5月，首届北京青年牡丹杯吉他大赛在北京举行。虽然只是北京地区的一个比赛，报名的选手却从全国各地赶来。比赛获奖的选手方仁俊、杨雪飞等，日后都成了优秀的吉他演奏家。7月的一天，
一场激烈的国际交谊舞大赛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来自英国、美国的各国交谊舞高手舞姿翩翩，一展风采。这是一张1988年拍摄于武汉东湖边上的照片，人们自发聚集在一起学跳交谊舞。在东湖，每天下班后都有很多青年男女前往跳舞，旁边还有很多群众围观。伴随着舞会的火热，一批舞厅也相继诞生。北京的舞厅一度盛况空前，大的舞厅都能够容纳千人。人气最旺的要数北海舞厅，1985年的票价是2块钱，当时大多数北京人还拿40多块钱的月工资。去北海舞厅跳舞，无疑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这一时期，社会上出现了一批专门开办授课的交谊舞专业人员，杨毅就是其中之一。1985年，他每个月教授交谊舞的收入达到1000元，是一个普通公务员月收入的20倍。从小习舞的杨毅决定创编一种具有中国特色、适合大众跳的交谊舞——北京平四。他的基本步借鉴了秧歌中的十字步，由于步伐简单，一推出便受到舞迷的欢迎，京城出现了万众齐跳平四舞的热潮。3年后，杨毅把交谊舞的教学搬上了电视，如今平四舞的花样已经发展到上100种。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杨毅在电视上教人跳舞，庞中华在电视上教人们练字。从70年代末开始，在中国的电视荧屏上教授人们各种知识和技能的节目一直很受欢迎。这是中央电视台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播出的讲座，一到固定时间，书法家庞中华就在电视上端坐着，一笔一画教观众学写钢笔字。此时不少家庭的书桌上都会有一本庞中华钢笔字帖，很多孩子做完功课后都会在父母要求下再练几篇庞中华的字帖。8年前，35岁的庞中华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字帖，谈谈学写钢笔字。那时他还只是一个爱好书法的地质队队员，没想到这本32开100来页、定价3.9毛的小书竟然卖到了上100万册，他得到的稿酬是420块钱。不久，中央电视台找到庞中华，为他录制10期书法讲座。节目播出后，庞中华的名字很快被全国观众熟悉。一时间，在书法界，硬笔书法成为耀眼的新星。据统计，仅1988年出现在《中国青年报》上的各种硬笔书法赛事就达62次之多。庞中华对于当时的硬笔书法热这样解释：钢笔是人人都能接触到的东西，假如不是写字，是弹钢琴，也不可能掀起那么高的热潮。他们通过我的书找到了合适的方法。这是一组拍摄于1988年的照片，人们隔着铁栅栏抢购商品。那段时间因为人太多，以至于许多商店不敢敞开大门，只开一个门缝，或者隔着铁栅栏，一手收钱一手交货。王府井百货大楼毛料柜台险些被人们挤翻。中央电视台观察与思考栏目的一期节目记录了当时的情形。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制定了几乎一切商品的价格，一盒火柴2分钱，一斤盐1.3毛，这样的计划价格维持了28年。
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深入，计划价格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开始显现。5月19日，新华社发表通电称，中国的物价改革是一个大胆行动，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中央有信心把这件事办好。8月19日清晨，各大媒体发布了一条消息，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总的方向是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消息发布的当天，就有人冲进商店抢购了200斤食盐。在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时候，习惯了价格几十年不变的人们显得并不适应。仅8月一个月，全国银行储蓄存款就减少了268亿多元。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长沙等地的银行和储蓄所前，取钱提款的人们排成了长队。9月26日至30日，中共13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确定宏观调控、抑制通货膨胀的方针。治理整顿成为人们熟悉的经济名词。二大妈喊什么了？听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了，你着急不着急？2年后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姜昆和唐杰忠表演的相声《着急》，其中的一段说的正是1988年的抢购潮。此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消费品短缺的现象已日渐减少。人们已把当年的抢购引为笑谈。八抽屉，花椒面多少？一大衣柜。哎呀，黄酱多少？一被窝。啊！经济学界用价格闯关来形容1988年的这次改革，称它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中的一次有益尝试。9月17日，第24届奥运会在韩国汉城拉开帷幕。开幕式上，韩国高丽亚娜演唱组带领18000名演员高唱主题歌《手拉手》，将开幕式的气氛推向顶点。这曲《手拉手》也成为奥运历史上传唱最广的一首主题歌。比赛正式开始后，国人寄予厚望的体操王子李宁遭遇了滑铁卢。上一届奥运会上，李宁曾独得3枚金牌，成为国人心目中的偶像。此前由于新老队员青黄不接，本想退役的李宁只好继续带队赴汉城参加第24届奥运会。但由于心理压力过重，李宁吊环比赛时脚挂在环上，跳马比赛坐在了地上，团体比赛也跌出前三。体操王子在汉城颗粒无收。没有站稳。失利后的李宁依然面带微笑，但这微笑却引来许多争议。李宁后来解释说，我从一开始比赛就笑，我没在比赛中哭过，无论成功失败，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性格和他对所做事情的一种态度。与此同时，射击队、举重队、中国女排也表现不佳，最终中国运动员在这届奥运会上共获得金牌5枚、银牌11枚、铜牌12枚，金牌比上一届奥运会少了10枚。也是在这届运动会，许多中国人知道了兴奋剂一词。9月26日，夺得汉城奥运会男子100米短跑金牌的加拿大田径运动员本·约翰逊被验出服用兴奋剂，金牌资格被取消。奥运会结束后，26岁的李宁退役，
他选择了离开体育界，加盟健力宝集团，并创立李宁体育用品品牌，开始了自己的商人生涯。2004年，李宁的公司在香港上市，按当日股价计算，李宁身价高达16.77亿。他后来这样总结汉城失利对自己创业的影响：我觉得人生遇到挫折，从另外角度来讲是一种财富，如果没有汉城的那次失败，可能也没有激发我重新再来的激情。这一年，电视连续剧《末代皇帝》跟观众见面。电视剧改编自末代皇帝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别说了。7年前开始剧本创作，拍摄制作仅4年，讲述了溥仪一生的悲欢离合。会别的不会，整天就枪枪枪枪枪枪，我都腻死了。为了准确地还原历史场景、宫廷生活礼俗等，末代皇帝全部在故宫实景拍摄，是当时场面最大的一部电视剧。电视剧还聘请了大量的顾问，包括溥仪的弟弟溥杰、剧作家杨汉生、故宫著名专家朱家进等。电视剧播出之后，溥仪的扮演者陈道明很快被大家认识，人们到处打听这个面孔新鲜、演戏老道的演员。没有人知道，陈道明此时已经在表演行当里打拼了17年。第二年，陈道明因主演《青年溥仪》而荣获第7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和第9届全国电视飞天奖优秀男主角奖，一举成名。这一时期，电视荧屏上出现了一批深受观众喜爱的国产电视剧。6月12日，第6届大众电视金鹰奖在沈阳举行，《西游记》《雪城》《便衣警察》获得优秀连续剧奖。《便衣警察》讲述了青年警察周志明再立新功的故事，片中把时代转折的历史内容引入公安题材中，通过描写人物的命运，透视时代的变迁。便衣警察是作家海岩第1部被搬上荧屏的作品，也是他自认为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导演赵宝刚也是第1次执导海岩剧。此后，他们成为黄金搭档，开始更多的合作，并逐渐被观众熟知。电视剧播出之后，主题曲《少年壮志不言愁》在人们中间开始流传。本台记者魏学亮、徐磊报道。10月，第4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开战，日方高度重视，破天荒用转播奥运会的卫星进行同步直播。很多日本棋手床头都放着围棋棋手聂卫平的照片，目标就是要打倒他。7个月前，第3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最后一盘比赛在东京日本棋院举行，棋赛牵动着无数中国人的心。最终，聂卫平以全歼对方15子结束战斗。至此，聂卫平已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取得9连胜，帮助中国队连获3次擂台赛胜利。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因其捷报而游行庆祝。3月26日，中国围棋协会授予聂卫平棋圣称号，聂卫平成为这个时代中国的英雄人物，由此也在中国掀起了学围棋的热潮。这其中就包括了后来成长为一流棋手的常浩、周鹤阳、罗喜和等。聂卫平的连胜战绩一直持续到这一年年底。12月18日，
中日围棋擂台赛广州再战，形势占优的聂卫平发生简单误算，最终以1/4子失利，结束擂台赛中的11连胜。一个日本记者感慨地说道：“我等这条消息等了4年了。”北京首都体育馆，80年代北京最大的室内演出场所，可容纳近20000人。10月16日这天，他迎来了首次来内地开演唱会的香港乐队 Beyond， 这也是 Beyond 乐队自成立以来首次面对这么多的观众。彩排前 ，Beyond 乐队见到了歌手崔健，和他探讨了两地做摇滚乐的心得体会。这一年，崔健推出歌曲《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受到年轻人的喜爱。在当晚的演出中，由于语言问题，乐队在表演粤语作品时，观众几乎没什么反应。当主唱黄家驹翻唱崔健的《一无所有》时，现场的气氛变得活跃起来。Beyond 乐队经纪人刘卓辉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家驹的普通话虽不是很好，但那份味道却不比崔健逊色。最宝贵的是家驹有个人的演绎方法，不是在学崔健唱，这是我听过数十个重唱版本中最好的一个。”Beyond 这次北京之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音乐人贾丁回忆说，当时 Beyond 乐队在国内毫无知名度，很多人去看他们演唱会是抱着香港这样出产靡靡之音的地方也出产摇滚乐的猎奇心理。听了他们的演唱会，我觉得不错，这也的确算得上摇滚乐了。11月15日，苏联在拜科努尔发射场使用能源号大型通用运载火箭将暴风雪号航天飞机送入太空，这是苏联经过多年研制试验后首次发射的大型实用型航天飞机。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场发展高新技术的浪潮。9月5日，邓小平在与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会见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仅仅10天之后，中国核潜艇就成功地向预定海域发射了一枚运载火箭。战略导弹核潜艇的研制成功，使中国拥有了陆基、空基、潜基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10月16日，中国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国家建设的高科技工程，它的建成和对撞成功揭开了中国高能物理研究的新篇章。年底，一种名叫小球病毒的计算机病毒第一次给中国的计算机行业带来麻烦。这种病毒发作时，屏幕会出现一个小球不停地跳动，它碰到的中文会被削去半个或整个。小球病毒刚刚出现的时候，国内还没有杀毒软件，直到2022年7月，公安部计算机病毒研究小组才推出了中国最早的杀毒软件 Q 版本 6.0。 年底的时候，人们蜂拥到北京新街口观看一种新奇的360度环幕电影。银幕上播放的环幕电影《华夏掠影》让人仿佛身临其境。每当摄影机穿过万丈悬崖时，观众都会忍不住发出惊声尖叫。这种观影方式在当时很新鲜，几乎场场都有400-500人观看。华夏掠影曾经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播出，观众达50万人次。
之后，这种影院很快向全国扩展，各种类型的新型电影院遍地开花。新华社消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巴解驻京办事处改为巴勒斯坦国驻华大使馆。一个多月前，巴勒斯坦国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宣布成立。11月20日，中国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两国建交。也是在这个月，外交部部长钱其琛访问苏联，这是自1957年以来中国外长首次访问苏联。钱其琛的主要任务是为中苏首脑会晤做准备。此前，中苏两大邻国长期处于对立状态。1988年过去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同心同德，艰苦奋斗》的社论。社论中写道，改革的确是一场非常复杂、非常艰巨的革命，理想化的方案是没有的，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可能一改就灵。在我们面前，既没有现成的模式可搬，也没有现成的方案可循，只能靠我们自己循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道路探索前进。1999年，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大观村里选村官》获得第39届蒙特卡洛国际电视节女神银质奖。纪录片真实地记录了一个东北乡村直选村长的戏剧性过程。那一下好使来，我手捏的。